Thank you.
祝周龙宗师宝诞，恭祝周龙宗师宝诞嘅全体同门联欢大会。我作为司仪，现正宣布今日嘅联欢大会现在开始。非常多谢大家嘅掌声啊！听到大家做出咗知道大家热烈期待今晚嘅活动啦。咁我而家想先请各主席团代表同埋主礼嘉宾先到主礼台就座。恭请石家杰师傅陪同主席团代表，听到名嘅代表可以前嚟台前呢度啦，咁可以就座噶啦。 影多张啊！OK，好，收到。同时咧，我哋都非常感谢夏德健师傅同雷洪福师傅嚟到我哋今次大会。 OK，好，唔该晒各位摄影师。咁我而家宣布大会系正式开始噶。首先，我想恭请我哋嘅石家杰师傅致开会前。Hello，大家好，咁多位师傅，咁多位前辈，咁多位支持嘅朋友，大家晚上好。好开心啊！经过3年以嚟，我哋再一次搞周龙诞，大家都期待咗好耐啦嘛。 今年我哋谂咗好耐，今年我哋做咗好多唔同嘅谂法。我哋喺一几年，我哋做咗100周年周家嘅大展之后，去到几年之后嘅疫情之后，之后几年，我哋谂咗好耐，究竟我哋可以为周家做到啲乜嘢咧？我哋点样可以继续系令到呢一嚟紧呢100周年可以点样继续发光发热咧？所以今年我哋个舞狮嘅主题，我哋希望系点亮同埋传承。当年周家五虎点亮咗我哋第一代嘅传。
人，跟住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去到我哋延續落去，到我哋而家承接住前人嘅啟航，到我哋迎接繼續去到呢一個市場，我哋繼續喺我哋呢一個武術界裏面繼續延續我哋嚟緊嘅一百年。我哋在座咁多位都係呢一百年嘅徒手，我哋一直都會為住呢一件事一齊去努力。去行進去嚟緊，我哋為咗我哋嘅下一代，我哋嚟緊新嘅新生代之後，見到其實在座好多新嘅小朋友啦，新嘅周家嘅成員啦，喺度為我哋嚟緊我哋嘅下一代繼續平繼續改變養分。喺我，我好開心啊！今晚我哋招呼真係招呼唔到，希望大家今晚飲多杯，多謝，非常多謝石師傅啊！石師傅請留步啊！我哋咧現在恭請石家嘅師傅，中大周家嘅傳統女鄭沈雲師傅帶領全體大人及嘉賓向周龍宗師神位行三鞠躬禮。我哋先請兩位主持人去到我哋嘅台中間。同時咧，我想請呢個時候咧，請大家一同起立啊，面向我哋周龍宗師嘅神位。好，請大家請起立。現在我哋會進行對周龍宗師神位嘅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禮成，請主禮人及各位嘉賓咧可以回位就座，亦都請各位來賓都可以消閒就座啦。非常感謝大家。今次邀請石家傑師傅，我哋係會進行上香嘅儀式。先請石家傑師傅向周龍宗師神位上香。請黎石橋師傅同埋林卓榮過上體育會黃錦棠師傅準備。稍後咧會進行上香同奠酒嘅儀式嘅，咁因為咧我哋大會時間有限啦，請一陣間我哋聽到我哋會名嘅代表順序出嚟，去到台前進行奠香、上香同奠酒嘅儀式。現在有請周標聯誼會黎石渠師傅及林卓榮國術體育會黃錦棠師傅向周龍宗師神位上香。周標國術體育會陳國輝師傅獻酒，請黎石強師傅準備。接住落嚟有請黃志科師傅代表周海體育會嚟台前準備，我哋一陣間會獻酒。接住有請中外周家周田國術總會代表潘國榮師傅準備去台前向周龍宗師師傅獻酒。繼續有請中外周家周田國術聯誼會代表羅卓師傅去台前向周龍宗師神位獻酒。接住落嚟將會以單位嘅名義去宣讀噶。如果聽到自己嘅單位嘅代表，請到台前向周龍宗師神位獻酒。現在有請省港澳星馬林卓榮國術體育會嘅代表。接住有請江安體育會的代表。
起唔起出嚟，做咗樣嘢都唔出。接住有請江興體育會嘅代表，請準備。接住落嚟有請路華同學會嘅代表，請到台前準備。繼續邀請李牛國術總會嘅代表可以去到台前，向周龍莊先生位置走。接著有請女柱石國術體育會嘅代表可以去台前，為周龍莊先生位置走。接著係會有請到李牛同學會嘅代表，平洲少年團的代表、劉湛良同學會的代表，分別可以去到台前為周龍宗師獻酒。接著有請劉湛良同學會、黃金良國術體育會、金偉光武術隊的代表可以去到台前準備為周龍宗師神位獻酒。
接著有請鴻飛國術醒獅團的代表，中外周家葉炳能屯門新圍苑青少年國術醒獅隊的代表，龍宮花炮會醒獅團的代表，可以來到台前向周龍宗師神位敬酒。志光雄師團的代表，中外周館廣東新會仁義堂總館的代表，中外周館九江英勇堂上東武術龍獅體育會的代表，可以來到台前向周龍宗師神位獻酒。醒獅團的代表，南海獅山鎮華涌醒獅隊的代表，九江河清四川醒獅團的代表，去到台前為周龍宗師神位敬酒。
廣東新會仁義堂總會代表周寶雄師傅可以企起身同大家打個招呼，大家多啲掌聲啦！非常感謝周師傅嚟到。我哋接住有請中外州館九江英勇堂上東武術龍獅體育會代表周伯堂師傅，多謝。接有請我哋順德江配武術醒獅隊嘅代表黃桂芝師傅，接住有請南海獅山鎮華涌醒獅隊代表陶洪光師傅，接住有請九江河清四川醒獅團代表周根柱師傅，接住有請順德女海聯誼醒獅武術館代表譚俊欣師傅，接住有請順德女海文協醒獅體育會譚鳳樂師傅，接住有請新加坡禪山獨立體育會李錦賢師傅，接住有請新加坡華龍獅藝館佘佳旺師傅，接住有請美國紅頭塊美體育會 Simon Jeff Welsh，接著有請西澳洲仁義堂第二分館梁偉宏師傅，接著有請杏壇弘義堂陳浩然師傅，接著有請中外洲嘉生派少年武術館周俊文師傅，最後有請我哋馬來西亞嘅彭龍、馬來西亞檳城雙溪奶洲醒獅團及馬來西亞檳城上海文化體育會嘅代表高國賢師傅。再次熱烈的掌聲，非常感謝各位海外同門啊，遠道而嚟我哋今晚的宴會。接下來將會是醒獅表演，請我哋的醒獅隊請好準備。我哋將會由周田聯誼會葉偉文師傅為我們主持點睛及簪花掛紅的儀式，另外我們有請中外周家周田國術總會潘國榮師傅代為點睛，但是因為我們需要少少空間，我們請台前附近的朋友可能要給多少空間這個位置，我們做一個醒獅表演。另外呢，我們在這個時候也可以先恭請我們台上的主禮嘉賓呢，可以先回位就座，是的，那我們在回到台下呢去欣賞我們的醒獅表演的。好啦，我們獅子點睛儀式正式開始，一出東方
掌聲。
盡量退後，俾大會攝影師影一張靚靚嘅相嚇。
中間呢個位，中間呢個位，盡量向後，唔該。Thank you.
你各位嘉賓嘅台頭咧會有張咁嘅 QR code 嘅紙㗎。OK， 你哋可以利用你哋嘅電話咧 scan 呢個 QR code， 咁會即時咧影嘅相咧，你哋可以 download 㗎啦。好唔好嘅？嗰邊會你哋有張紙㗎啦。好，接住有請九宮上宮一樣堂陳貴韓道門，為大家準備十招拳，請黎樂秋準備。
大四坪，請廖德俊準備。非常之好啊，大家。